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我的宠物可以升级了。那它有一个功能，我之前不久才发现，诶，这边没有登录，所以它手机是分开的。你可以登录你的宠物在这边啊，哇，可以总共12个。那如果有那个。可以直接通关的话，就直接按就好，不用一个一个找。像小，我这次要升的是小月在，但自己找真的还蛮麻烦的。5只11，还有，哪去了？9只5，还有11只10。OK，这边的话就直接点九下就好。那你如果那个入场券用完的话，再按一下的话，可以花钻石买5张。哦，不管了，我要把它升下去了。进化。时间商店。6星1名2.5%，最高60%，所以要24只哦，哇塞！我没有那么多只哎，真的欠我24只哦，后面应该就不是很重要了，好吧，就是要跳层就对了，复活的时候，好吧，有什么要讲的？应该没了吧？OK，那这个就这样啦。